这是什么？男生吗？不讲话，不知道。好，你要赶快快，你在干嘛，先哥？我补充啊。这谁啦？乱猜乱猜。成龙。我刚才想成龙。我知道是谁，很微妙微笑。对不对？对。乱猜没关系。男生吗？不知道哎。前面猜就可以换问题了。对。换题啦。Kid 的，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他明明穿裙子啊！哦，女生哦，穿裙子，对啊，这裙子，那是裙子哦，会，那尾巴是什么？猜一个最有名的，徐伟宁，答错，来换谁啊？蔡依林啦，这是错什么？蔡依林，对啊，为什么蔡依林？靴子啊，好了，快点了，什么靴子啊？